移开轮盖，根据拉绳类型选择相应的转轮。将窗帘拉绳穿过转轮，然后卡紧。之后在电机底部画线标记位置。移开电机，在标记位置安装背板支架。可贴三炸杯胶，或者用螺丝固定。安装好支架后，将电机插入支架固定。根据拉绳入口剪去轮盖上的保护片，扣入电机，最后插入太阳能充电板插头，注意不要绕线，安装完成。